我觉得不对，没到巧克力看着我觉得有点不妙不妙，今天阳气有点重，那就是利亚啦！不，就是利亚啦，买啦！啊！等下我先把通知关掉。就是利，为什么会飞？8.6，团团在跳舞，团团会跳舞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跳舞啊？你好会跳哦！要一起来啊！好啊！来一起来！大家，一起来，一起来，八滴，他剩八滴，一起跳，超强，超强，太强，强爆了，好晕，好晕，好晕，很晕，对啊，我那个，不然我会晕死的，赶快上来啊，晕死了，你等下繁星在哪里？那怎么会有人翻醒？因为他们在维持坠落状态，乱转，对啊。哎，我看不到，我看不到了，盖帮你们盖不了啊。我上来了耶！要死掉之后，我就跑到一个神奇的西方世界。有，为什么杰克你一直回去啊？是啊，杰克你有毛病啊？没有，他很嗨，他很嗨，他还想玩，他还想玩。对，Dancing King， 还在这啊，还在跳啊，想玩多久啊？对啊，杰克是没声音。喂，他顾着跳舞啊，没声音啊，杰克没声音。嗯，顾着跳舞不讲话，真的。所以杰克有声音了吗？有吧？有吗？嗯，杰克有讲话吗？有吧？又有吗？到底有没有？我们等杰克有声音再开始啊。对啊，等他吧。恭维，恭维，恭维。咚对啊，我看一下哦，帮你回来吧。啊、孩子，我的分类，我有调哦，我变成怪怪不是啊，这局怪怪的、啊。有吧？有声音吧？哎、欸，杰克，你看一下，要不要那个齿轮看一下麦是不是弄错了？对啊，那个麦搞不好调到别的，说不定。对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团团最了解了。对啊。嗯，因为常常弄刀是吧？对啊，这次好险不是我被霸凌，真的是好险不是你被霸凌啊！啊，真的有吧？谢爱玲，有看到杰克有绿有亮，真的是没有声音啊！对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嗯 ，MINDC， 可能要问一下团团啊。啊，你说我当时是怎么解决的吗？对啊，你专业。我当时是整个 DC 登出，然后重登进来就好。你当时不是观众帮你解决的吗？不是啊，不是。不是还有特别讲什么？跟你讲，嗯，你不是还有特别讲什么？哦，我好像有讲那句，可是我觉得可能还是要重登以后再讲会比较有用。讲什么？哎，这个我就不方便透露。在那边，讲什么？好好奇哦，被针对，你知道吗？我好怕哦。哦，不行，不顺。你不是当时讲了吸什么就突然好了吗？某种夏天很爱吃的水果，对，还会冰凉的吗？对对对，会泡在水里让它凉。然后去海滩还会玩那个，就是哎，在哪里打？打南瓜？在哪里打？那你现在也可以玩一下啊！没有。你知道是什么？那他拿在手上就变西瓜刀喽！
同队了，变同队了。啊、打不到了。好笑啊！太强了，太强了。杰克回来了吗？杰克，杰克，你要不要试试看讲讲那个魔那个那个台词，说不定就回来了。你试试看啊。什么台词？杰克刚刚没声音，已经在偷讲。我什么都没讲，你就让他开场再说。他一定心里默念超多遍。对啊，来，我在看杰克的台。他说：“团团是胖子。”哇！原来如此啊！哎，没有，好可恶啊！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再霸凌杰克了啦，又被消灭了。哎，不对啊，到底谁霸凌谁？我们团团啊，团团都很爱霸凌人。哪有？我只是配合你们而已。所以有没有声音啊？没有，没声音，一定都有。最吵的就是那个一直在说，所以才叫你要讲关键字啊。对啊，你要念咒语啊，游戏就开始了。这是什么咒语？我刚没有听到哎。夏天的水果。夏天水果。嗯，都榴莲吗？对。他没来哦。他没来，他没来。你下次就去那个海边打榴莲哦。蒙眼打徒手打榴莲，蒙眼在这里。然后你还要用木棒把它打破。没有，我们先不讲，先让他踩榴莲。哇，超痛！踩到都是叫他劈。歪，二次伤害，痛死了。妈呀，你啊，也是。哎，汪汪。可是我们要先抽签。好啊。他就进来直接那个了。对啊，团团那么着急，你就先抽啦。啊啊！我只是在玩积福而已、啊。你都蓝蓝的了，红的，好红的，红的，马上换，果然是间谍啊！间谍，你到底是蓝还是红的，分不出啊！红的，红的，红的。哎呀哎呀，好，红的，还行，蓝的，我。红的，红的，是不是其他是蓝的？拿进来，哦不，来清空口袋，哇，不，来清空口袋，我们是清空口袋，哇，完蛋了，哇，我们这里有雨月啊，杰瑞，你刚明拿的是，哎，里面剩哦红的，蓝色，哦对，哦，哇，完了，完了。上次全胜的哈记对上上次全败的、全败，我觉得上次是团团太累呢。当最后吗？最后对啊，被泥土卡住，这个真的很，好被劈死。当衰神的哦，也不要啊，不要衰到我们啊。今天我要去挑战零胜记录，太强了，太强！那队友卖掉，拿到第一，还要送直接放地上。等我一下哦。好，你是我们红队的。嗯，好。是吧？我前面计程车突然停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呀，你在干嘛？你是真的想要组？我刚想到红石口袋，对，红石口袋不在这边吗？没有没有，红石口袋在这里哦。这是青青石口袋。青青石口袋，闭嘴啊！哎呀，我们可是红石口袋呢。嗯，里面不是咖啡色口袋吗？没有，我这是蓝色口袋。蓝色口袋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啊，就来挑战之前没玩过的地图啊。设定都一样，地图就来挑一些没玩过的。刚刚这张就是没玩过的吧？哎呦，感觉很骚哦！是什么啊？岩浆啊 ，Lava Land 岩浆之岛。哇塞，感觉有很多有那个钻石砖跟金砖的样子，对不对？这个如果有铁镐就很爽了。木头对不对？感觉像啊，哎对哈，会送吧？到时候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我们就准备啦！分开准备，来来来，走开！我们走。
音乐加油，音乐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努力的，我努力成为你知道的，加油哦，汪汪没按绿帽吗？对 ，ready ready ready，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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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有了有了，岩浆之岛、哦。嗯，我觉得一开始真的可以找一下，它有些地图附近会有那个给资源。哦，好好好，那我往里面冲一点。旁边有树，有煤炭树，有煤炭树，所以敲了可以有什么？有木头，哎、欸，木头，这里好像也有树，有树。嗯，有树哦，你们看哪里有石头跟铁？树底下箱子，有树苗，树底下有箱子，有树苗。好，这里的那个黑曜石在走动、欸，黑曜石在走动，那可以掉下去吧？啊、那我进去了。好，你们赶快挖树，有这边的树我打掉了。哦，有陷阱啊！有钻石砖，刚刚有讲，重点是石头哪里有石头？石头前面这里有，这边。汪汪，我们来，我这边有合成材。时间快到了，你先挖一个就好。挖？挖？你把合成台打掉。哦。哎、欸。哇，时间到。打掉。你有打掉吗？里面我拿了一堆箭矢。好，我继续去挖石头。其实这边石头还蛮多的。石头很多，石头很多。合成台刚刚是有还是没？没有。没有我的话，我再做一个哦。好，你做一个，赶快。铁砖应该石镐就可以了吧？铁砖石镐可以，好，我木镐给你。钻石砖好像也可以石镐哈，钻石砖不行，好吧。哎、欸，有铁砖，有铁砖了。我先做个铁镐。完了，怎么了？这个密室啊，我刚刚发现那密室，我现在发现箱子的位置，搞不好被他们拿走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个你先给我先把那个挖一些钻。嗯，你先挖钻。所以那个密室里面空的，是不是？那密室里面现在这边是空的，可能被他们拿走了。哇哇！音乐这个给你。你们那边赶快先做那个铁镐，先做铁镐，然后把那该挖的都挖走。铁镐，好好好。哎，我挖。有点。钻石全挖光。微微小卡。对，有点。挖铁！快，赶快！钻石砖！哦，合成台！哎，有。这个箱子有拿吗？对耶，箱子。这边的铁砖你们去挖，我去看看前面的。哇，很多钻石砖他们也挖了。嗯。但是最前面的还有。好好好。我的地很容易摔下去的。这很容易会烧到。嗯。而且这个烧到应该就没救了。黑曜石。哎、嗯。我现在要做一件很贱的事情。感谢。拆桥了。拆。好，行，我去看一下密室的箱子有没有被拿走。好，行。哇，那边有些地方想去，可是过不去了。有岩浆、欸。我们还是没有合成台。刚刚没打掉是不是？刚刚有这，再有这，我放。好。木头很有限啊。怎样？那里面有东西吗？刚刚那个这边里面暗藏的箱子东西应该被拿走了啊！好 ，QQ， 你们什么垫脚的、啊？拿石头、欸、木头不太够做全部的盾牌，木头不太够吗？等一下、啊，我再多做一个，那我再找一下。哎呀，没关系，我先去挖钻石砖，这边还有一个他们没挖到的，有整个钻石砖都挖走了。先。先挖起来，再挖起来，再挖来挖起来。你挖掉。OK， 稳啊。耶，他们桥挖掉了。好。箱子你们都有拿吗？盾牌谁要？你们先分一下，我去远的。好，先给我。哎，那个箱子没有拿哦，那个箱子。箱子要有人拿一下哦，顾一下。嗯。好。哇，这个箱子在那个楼梯上哦，你有看到吗？好，那我上去。哎，来看看有一个角落，那边通常他们都没注意到。哦，有，那个还在。哎，哦，窟窿的。我这边有七个钻石砖。好，我这边只有一个。七个，这样可以换成多少？七八吗？
哦，你、欸、那个岩浆弄掉，下面也有可能会有哎、欸。哦，它藏在下面是不是？酷、哦。嗯。好好好好好。所以这座山有些岩浆是可以堵的。嗯。应该说应该要堵。我们现在木头暂时不缺了，我这里有18个原木。我怎么这么厉害啊？一开始有给素描。哦。那、嗯啊、你有骨粉哦？有，他有给素描跟骨粉。